叶诺凡地狱车轮战遇上最强魔王。这次制作单位下重本找了跨国的魔王。一鸣惊人，请出声。来耍。会得到几分？一胜一负一平手，后面两关一定要赢。后面两关有任何一关输掉或者是平手，连平手都就没有了。上紧张刺激的车轮战即将开打。